二千年后，萧若元述往事，论当世，思来者，同大家一齐细说太史公史记。好，讲完啲石喎，咁于是咧，佢当然系讲翻，即系佢嗰啲拿手本领啦。又讲咧个宫殿入边咧，又有乜嘢种到喺度啦？于是咧又讲嗰啲食物啦。于是乎，卢吉下属啊，各种橙。黄金橙臭都是橙嚟嘅，琵琶、盐桂、杞子同琵琶，庭内厚朴呢啲都系全部生果嚟嘅，全部生果嚟嘅。影藻其实就系藻啦，杨梅、樱桃、葡萄啦，呢个系葡萄嚟嘅。隐夫系有一种。生果嚟嘅，屈荔有一種生果嚟，塔荔枝又有荔枝喎，羅浮後宮喺後宮度生曬滿曬，列富北園喺北邊嗰個花園嗰度咧，呢啲嘢咧係全部都有曬，全部都有曬。而幽靈嚟咗剷平咗啲幽靈，下平原落去個平原，見到係點樣咧？下面又有第二啲植物啦，洋翠葉，冚棒係嗰啲生滿曬綠色嘅樹葉，鴨子莖，紫色嘅，冚棒嗰啲框係紫色嘅，發紅華，啲花係紅色嘅，秀珠榮有啲咧係珠色顏色嘅花。黄黄嚣嚣，照耀黄黄，黄黄嚣嚣，照耀巨野。呢啲咁样嘅花咧，系照满晒，黄黄糊糊，照耀巨野，照满晒成个平原。砂糖落珠。華茂平路，好啦，喺沙地嗰度咧就有落珠，嚇，亦都有啲平路，流落碎魚，咁咧呢啲咧就係再生產喺其他嘅地方，人貧病累，好啦，呢啲咧又開始咧形容啲樹木咯，人貧病累都係樹木，呢啲係。蠶檀木蘭花啦，呢個檀香啦，魚漿即係魚漿，女貞啦，其實係植物，女貞子啊嘛，長千仞，高到一千仞咁高，大蓮抱幾個人都抱佢唔住，跨道直唱，嚇呢啲植物佈滿曬，實葉盡茂，非常之豐盛生得，斬立松耳。一堆堆咁樣生埋，一堆堆咁生埋，連卷累鬼啊！互相咧有時咧就係翹埋一齊嘅，隨錯拔位，高高低低嘅樹都有。然後咧垂條扶魚，上面嗰啲樹枝咧。生啲柳條咁樣咧，就跌落嚟。咁呢啲咧，就可能係槐樹啦，係咪啊？可能係槐樹啦。落英繁麗，啲花落嚟，好似雨咁樣樣，好似雨咁樣樣。芬蓉燒料，彩色非常豐盛，以利重豐。啲花瓣跟住啲風吹埋嚟，流利委屈，於是咧就發出咗啲聲音出嚟，發出咗啲聲音，蓋像金石之聲，好似係金石啲聲咁樣嚟到嗰陣時啊，亦都似管樂之音，好似敲金石發出嘅聲，亦都好似吹啲琴弦咁樣。
子慈、子柴師，各式样嘅花园入边嘅水池，旋环后宫喺后宫度兜嚟兜嚟兜去，杂沓女辑，披山玄谷，系呢度交搭嗰度，嗰度搭嗰度，永远唔完嘅。去到山同埋谷嘅尽头，去到山同谷嘅尽头，循环下湿，跟住个地形啊，跟住个斜坡落去，视之无端，睇嚟系无穷无尽，究之无穷。去研究佢咧，系见唔到呢个尽头嘅。好啦，咁又讲完，前边咧就讲花，后边就讲生果，讲完生果咧。就講呢啲樹幾咁雄壯法，於是又講野獸喎。於是乎，圓弧數枝，黑色嘅馬騮，白色嘅雌性嘅馬騮，為霍飛女啊！呢啲都係禽獸，其實似馬騮嘅嘢嚟嘅，其實都係似馬騮嘅嘢嚟。疾臭渠幼。呢啲咧類似，類似馬騮嘅嘢，全部都係佔狐哭鬼嚇、啊，有大有細，妻媳扶其間，冚唪唥喺呢度住嘅，長笑哀鳴，有啲喺度長笑，有啲哀叫啊，偏煩狐驚，偏煩狐驚喺度跳嚟跳去，掹住啲樹枝喺度彈嚟彈去。天橋天橋之隔，喺個樹頂度咧，啊，玩住啲樹枝咧，喺度走，橋隔，眼見秒癲，係爬上去嗰個樹癲嗰度可以打關鬥，於是乎如月絕涼，去到嗰個山最頂嗰度。藤樹津跳過那些很危險的山谷，折垂條，拿那些垂條來蕩來蕩去，拿那些垂條蕩來蕩去，卓爾閒、啊、好像很若無其事一樣，勞落陸離，由很高的地方去到很低的地方，難漫遠籤，是走得呢是非常之快的。好了，若此背者，好像这样的东西数千百处，是以千百度这样计，稀游往来，由这里去那里，那里去这里，公宿管舍，每一度地方都有地方住的、啊、每度都有地方住，抛厨不洗，嗰啲厨师唔使跟住行嘅，每度自己都有厨师嘅。后宫不宜，后宫唔使搬嘅，每度都有妃嫔嘅。百官居备区，百官都齐晒嘅，每个呢啲咁嘅宫殿唔使跟住走嘅，呢啲百官系。于是乎，背秋涉冬，由秋天去到冬天，天子交猎，天子打猎系点啊？成漏将。啊！鎖住，裝飾得好犀利嘅大笨象，鹿肉獸，六隻白色嘅龍，肉係白色嘅龍，拖住嘅車，拖危症，拖住天子嘅騎士，飛雲騎，用雲裝滿雲嘅騎，前皮軒，前面係皮具。后导游，后面咧有人带领系导游。孙叔奉联，孙叔咧就揸车，卫公参乘，卫公咧就帮天子咧企喺旁边。护从横行，嗰啲侍卫咧就系周去两边咧，完全渗透快晒，出乎四教之中，去晒东南西北四面，都系天子嗰啲保护嘅人。古言报，即系天。子的老部的禮儀打起鼓上來，眾僚者
啊，發你啲音樂出嚟，江河為協，個江河都震盪為區，江河都震盪曬，泰山為老，啊，用個泰山嚟做根據地，居旗雷起，嗰啲居旗啊響起雷咁樣嘅聲音，引天動地，天崩地裂，先後六離。於是呢就是天子就是突然間行得很快，先後六離，突然間天子的車行得很快，離散別追，其他人就跟著天子，跟著天子淫淫睿睿，是無窮無盡的元靈流澤，打到的野獸多到就不得了，雲暴雨絲，好似雲，好似雨咁樣落嚟，一打獵打到係。好，你截到呢度。